先冷静，拜托先冷静。好，先跟你所有爱的粉丝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Angel， 好 ，Hello。好有磁性，好性感的声音哦，真是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在干嘛？其实最近呢，我都在做一些准备工作，就是因为最近《真爱配方》的戏正在播，然后我在创作我的新歌，然后我特别跟大家讲，就是今天我的 SNG 的 remix 在网络上面已经有放出来给大家听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可以听到我 SNG 的一个新的版本。好哎，恭喜恭喜！因为其实那个也很久没有出专辑，然后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对不对？是。对，而且因为据我对你的了解，其实那个他不只是人很帅，这是重点嘛。谢谢。没有对，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、很会创作的音乐人。谢谢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很期待你的新专辑。新专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？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写了，但是我还不确定一个正确的时间。但是希望很快很快可以有新的音乐作品。了解，首度参与我们的宠爱女人节，有没有什么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？觉得很开心，大家来共襄盛举。然后当然呢，在这边呼吁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要好好多爱自己一点。嗯，因为本身那个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同样跟你一样背景的小孩子说？那我现在讲，我又要哭了。刚才他刚有点真的假的感动落泪，他被他自己的歌声感动了。但是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也被你感动，因为你看自己儿子这么有成就，然后重点是那个的孝顺是大家都众所皆知的，对不对？很难得有这么帅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然后又孝顺的男生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真的是发自内心讲实话，你知道不好，我就是在后台说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讲的都是实话，所以你看你才会有这么多的粉丝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不是很爱他哦？你们想要对他说什么？我给你们机会来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怎么这么安静？好了，没有了。你们很奇怪，不要你们讲话，你们一直讲，像你们讲话，你们又不讲，快点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偶像说？对不起，我只听到啦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你啦。好，那接下来好不好，我们就不要废话，听你唱歌，还有带来精彩的歌曲。听说接下来要唱的歌是不是《真爱配方》的主题曲？接下来这首歌是新歌。你看你们又在那边讲完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新歌，然后其实我之前只有在校园唱过一次，所以这算是正式的场合。公开唱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曲，词曲都是我自己写的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嘿，需要你的美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需要你